小赚八个亿，小赚八个亿。选秀会开始了。来到快乐的选秀会环节，上次的第一名是这个，哈、哦、哈，不打上一次的第一名，哇，香米子掉这么多，怎么可能？难道前面都新人？刚才降了一名。少女时代那几个吧，少女时代那几个不上，书香没变。嗯、啊，鸟字蓄力第二名降到第六名了、啊，新时代来了。爆破花音第四名，前四名没什么好说啊，少女时代那四个。广告侠的胜利，四中又加，得票数好少哦，上一次不是第一名有几十万票吗？只有这几万票了。水冲哥选秀单曲，我们还可以乘胜追击出选秀单曲，是不是？唱哪一首嘞？痴情的玫瑰花还没唱呢，痴情的男子汉。杯吧，口碑一次就是十倍，整整十倍，300万张。流行恋爱，他只要转到300万张，直接卖光光。哦，选秀单曲哦，是选秀的前十名站出来唱哦，好，可以。一二四，不用选人的。转，在一次的见面会活动中，宝山盟海在握手的时候，有个粉丝手心出了汗，他本能的抽了抽手啊，他说自己抽筋了。盟海的表情显然是厌恶而不是痛苦，他开始议论纷纷。怎么办呢？痛苦面具，只能发表官方道歉了。哎，不行哎，哭啊！出事了啦！宝山盟海没那么坏吧？出事了啦！哦，有人在搞鬼。下是麻烦大喽，看来是必须得处理一下这个事情了。小苹果150万张第一名，到底是谁在搞嘞？一定是医生，这个医生有问题。这个医生好像有问题。有什么事情吗？看你表情很严肃。我希望你可以辞职。
辞职应该是员工的权利才对吧？来谈谈赔偿的事宜吧。我不希望让人们觉得是我个人的问题。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这里有一笔，小小的，租金降低了一点。那也没有办法啊。不是，你们不能怪我，不能怪我。我给你们请一个新的医生。不是，这个真的不能怪我，真的不是我的问题。ブロディウス。难道阿 J 错了吗？难道这里阿 J 真的错了吗？我也是为了大家。那个医生一定是教坏了我们主唱啊。我有没有办公室的员工？有哎。我其实还有别的医生吗？看一下。有哎，其实还有别的医生哎。没有，这是刚聘的吧？開始します。还有吗？还有没有在用的医生吗？痴情的男子汉，我也很无奈呀、啊。但是做错了事，他就必须要承担嘛。哦，这个广告宣传很绿哦。100%，世界之巅卖了，哦，这个也能卖80万张。还不差哎，世界之巅卖的还不差哎。薪水有人不满意了，几天，他一周想领100万了。让他们自动调薪吧。香米子，你要走了？你怎么要走了？这么快啊、哦？好，1月6号就要毕业了。他也是我们一代主唱，重视满意度吧。終了します。他当年那可是红得不得了，甩葱歌发行。哦哦哦哦，哒哒哒哒哩哩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哎，大失败，这样会甩到大失败。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真的好怪，真的好奇怪。大粉丝基数还行，哎，一切都没有问题。最后发一首《痴情的男子汉》，雨城文美代也要毕业了，祝你收获一段愉快的时光。哇，我们的第一批人都差不多毕业嘞。他们进来也4-5年了。开始。来全国试镜。香米子，我已经培养他很久了。他的美丽甚至直接破表，101，这竟然可以到101。第一代的就是智都香香米子这个，一周之后。之后加油，大家加油！
号单曲《痴情的男子汉》发行。怎么可能？有这么衰的吗？不是哎，明明就过线了。感觉场子不干净，明明就过线了。河岛花乃22岁了。22岁了，长相竟然下降这么多，也卖的还好吧，也成功不少啊，世界之巅大成功。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年这个月世界之巅大成功，然后小苹果大成功，学猫叫也大成功，勇气也卖的不错。3岁哦，值得培养耶。美香17岁，哎，原来他们的能力只是可以突破自己的上限，只要肯锻炼。22岁的美惠，都还不行呢，其实都还不行哎。今天就要选拔了，我们这里是真的很严格啊。好，已经提交了，我们就好好的等待。准备加成不拿吗？不用吧，我需要的是救急的偶像团体。组委会的人要请我过去一下，明天下午。我应该带什么过去呢？不需要带任何的东西，哎，打个照面，明天就随机应变吧。OK， 随机应变。哎，田中来了，你好，地狱田中人。距离偶像王国见面已经过了多久呢？感觉很久以前了。这就是命运吧，我们这次又成了评委和参选人。我压力也是很大，我希望你回答几个问题。要问的问题已经整理好了，由我来对你进行提问。JJ娱乐我们已经相当了解了，我们需要听听你这位制作人的想法。我是来到那个 EVA 总部。简而言之，问你几个相关的问题。先问你 JJ娱乐的文化特征。这娱乐最吸引粉丝的地方，我们的成员非常的棒。那先不做评论，我在这类娱乐中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提供的东西之中最重要是什么？能在偶像与粉丝之间架起桥梁。成员们在支撑着这个团体呢，大家还有什么想问？进入下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演出。在此影响下，对你们平日的公演产生妨碍，可能你们会没钱，你们还是希望参加吗？我要向世界介绍偶像文化，能够代表国家上台，非常的开心。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各位。我还要给各位准备一点小礼物啊，大家方便的话之后就收下吧，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进行评审，就在大厅休息吧。温内罗，估计你来这里也是为了和我一样的事。我跟你一样签了保密条约呢，不用这么紧张，结果已经定了，被选上的绝对是你。我不认为 JJ 娱乐是最优秀的团体，但你们还是被选上。JJ 娱乐是新锐偶像团体，很有人气，对流行文化没有兴趣的人也知道你们，接受度很高。政府的人就喜欢你们这种类型。
拿着。素质真的很差呀、欸，那种。既然输给了你，我也不会说那些话了。不管怎样，我还是拿你当同伴。困ったもんだ。恩德罗已经被筛掉了，再见了。我们这种关系叫什么？我们之间那肯定是爱呀、啊，这就是爱呀、啊。普通人就算不被这么理解，也可以有人爱。那，哦，哎呀，你好啊，田中，我有些私密的话要说，能来一下吧？那就来吧，田中。最终呢，还剩下三组，第一候选人是 JJ 娱乐，其余两组都是替补。三组都能表演吗？地狱候选人就是 JJ 娱乐了。如果发生了意外，就会让替补的来表演。什么意外呢？哦，我们可能会遇到事故啊。嗯，也是哦。我明白了，真是严格啊，田中。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期待你们的活跃，期待我们的活跃。好，好，那就期待我们的活跃了。我们接下来就会前进夏运会，先准备来去那个吧。那时候到了，打僵尸的时候到了。打僵尸，打僵尸，大家都可以上线咯。大凯还没到家，哎，没办法，我们先打。我看一下他维修到什么时候。他有要维修吗？先开游戏看看，大概在五分钟就要到了，差不多吧。今天3-0啊。谁赢啊？这样谁赢啊？闪电狼赢的吗？Rainbow Six 赛局出发。感谢花扇迷17个月。我看一下，正在进行维护作业，大概在58分钟之后恢复上线。啊、嗯，真的、欸，真的玩不了哎、欸，58分钟就是10点。他应该是为了这个免费周做准备吧。明天开始 Rainbow Six 免费周又开放了。看来我们先去夏运会吧。噔噔噔噔噔。夏运会出发！哎，我看一下啊，准备参加夏运会。さすがだぜ！你成功了呢，祝贺你！多谢你啊，是我该谢谢你才对。所有的结果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终点终于近在眼前了，有趣的部分正准备要开始。那二牛想要偷偷换掉我的成员是不是？お願いするぜ。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你在说什么呢？他的计划还在进行当中，不远的将来就会对我坦白一切。第七章。R6在维修啊，那也没办法。到2026年7月25号为止，不发生问题 ，OK 吧 ？OK 吧？这一年拜托大家就乖乖的，不要发生任何的意外，大家就好好的。哎，那个什么，也别给我刷冲了，也不要给我乱跑了，就乖乖的。这一整年，居然消失哎！然后重看啊，方针改一下，我们开始闭关修炼，保守。我知道啦，这一年我们就专心做巡回 ，OK 吧？巡演，那平常你们也别搞事啊，平常你们就多练舞，多练舞，然后多做 SPA。 来，我这里有钱让大家去做 SPA。 我现在就拉新人，然后到处巡回，这样还能出意外吗？难道巡回能出意外？加售会提升口碑宣传的成功率，慈美不跟我告密，都没有好的。综艺玩很大，好像要停播嘞，停播。哎，由于最近连续加班，校序里在饭川福熙的最新品牌代言中漏掉了一个很小但很重要的条款。拍摄下来作为素材的照片被转售了，他变成了淋病预防宣传活动代言人，那怎么处理呢？我们全面支持。对预防性病表示支持，哦，可以耶，公告反响非常的好，没出事，没那么容易出事。哦，幻影假面卖了247万张哦 ，Oh my god， 世界之巅只能排上第五名。我继续寻找救急的偶像团体，我的少女时代还不到完美。我的少女时代还得再拼一下。可以完成他的愿望，我尽量，反正精神力又不会降很多。8 9 6 9 2，要练少女时代有两个不红的，没有两个，这两个是新来的。福熙19岁生日，19岁不变就是好事啊。有6000个订阅嘞。少女时代6000个订阅赚这样，普通通哎，这小剧场真的赚不了多少钱。
小剧场一个月也就赚一两亿。你出头风，出头风是什么 ID？ 冰屋岭乡。12岁啊，12岁两个能力是死哎、欸，但12岁确实是值得培养，还可以吸引少年。好，来，帅哥，好嗨哦，人生已经到巅峰喽，准备创一个新团体。12岁还可以啦，可以。他这个能力值都要练练呢，把他变帅一点嘛。我觉得好像是练武士有点不太够了。装饰已经把所有人都塞进去，应该是练武士不够了吧？来，再盖几间练武士，一抓消耗1000多万。好嘞，再请两个老师。八岁的可能有点不太好找哎、欸。8岁当偶像的可能不多。齐游历蔡12岁不服输，能成文哥13岁，沈江。千惠，荔菜其实还行哎。頑張ります。很高兴能够加入 JJ 娱乐，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12岁了，这样快可以组一团。我看一下，接一下综艺节目，理论上来说不会出什么意外吧？上综艺节目能出意外的吗？超级晚间秀，好，去吧去吧。综艺节目都是效果啊，怎么可能出意外？对，我还要去训练。開始します。人家都做做效果而已。有两名偶像成为了情侣 VIP， 演艺集有180万呢、欸，全明星感谢祭140万，爱的女孩啊，1集23万，不多都不多哎、欸，来看看啊。剑之使20岁，孤狼，封闭者，惠阳乡，大河，顽强的大河，不太合群哦，可惜可惜，通通不合格。終了します。12岁那是有点处不来。
好，给新人去吧。公主的时间，反正玩很久，还好吧，每次都玩一下下而已。忙完了也快十个小时。便当娱乐，我的天，现在榜首都是200万张左右。抢到榜首有一点困难，要不然我们发一张。7月25都不发生问题，还有一阵子，确实在蛮久。好好的培养偶像团体，这边还蛮久，而且中间没什么事可以做。带15岁，不行哎！最近这些试镜的数值越来越不行了。天才至尊动物园参加，朵罗罗密室大脱逃参加。月耀央未央，好，反正也可以参加哎，还100万，你都加点赚了。我们公司的风评怎么可能差？哎，我们公司风评我看一下哦，我们有基本上每年都是最佳雇主奖。需要一个全能力100真正的偶像团体。光蒙乙、班沙里、望野圣奈子，年纪都蛮小的，但是都还差那么一点点呢。还有点差距。他们有梦想，但是现实不支持他们。他们可能在其他的地方还能发展，但我们 JJ 娱乐稍微严格一点。那至少也要到我们少女时代主唱这个等级吧，舞蹈100，演唱100，又可爱又性感又帅气，又聪明幽默。期待这样子的新人。他现在好像都没有加成，他要用什么才有那个加成？诸石之家，轮湖千家，棉屋伊里香。还是没有那个 feel 呢，还差一点。我看一下，现在有加1%哎，现在是2倍，2倍中奖几率，必出一位黄金，超级新人到底在哪里？对啊，我们就需要一个超级新人，宝山蒙海与时装设计师。拥抱的场景被人家目击了，他承认自己是照片上的女孩，但是这一次见面非常纯洁，不是
约会，我们并不是约会。故事很快的就消失了。我们当时非常的纯洁，完全没事。智都香演唱一百，现在练到一百，好猛！为什么两个老师这么闲啊？哭啊！调查，大巨多贵子，都还不错。其实这几个女孩都还不错，但是很可惜啊，不合格，不合格。牙尾13岁嘞。禁止直播吧，我们这今年开始不开直播了，暂时先不开直播了，以防万一。100万、销量慢慢的降下来，前面那几个是突然爆发，不就还好，我没在这几个月发，直接刷开来。普通观众因为综艺玩很大的停播而失望，我再给你们开一档新节目啊！节目真的赚好少，电玩风开起来了，大家一起上！開始します。电玩风真的很好看，他那个介绍，他那个介绍绝不拖泥带水，就是游戏画面直接给你放出来 ，PV 直接给你放出来，看完就结束。阿六在维修啊。香米子要毕业了。要不要成为工作人员呢？虽然我的舞台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我一定会培养新人的。很好，多了一个。終了します。他是帮人家化妆的。去吧。虽然不当偶像了，但生活还是要过。进了这么多次了，确实是该收一个。80田里可子、五雄飞吕、月香，15岁，不服输。按错了。好，你进来吧，80田里可子，那就来大干一场吧。好，虽然你看起来资质平平，但是我好好的培养你，好不好？来，先过来聊聊天。你先不要一直训练。你就练演唱。我们聊一下，他可以同时抛接8颗球，牛逼！雨辰文美代也要毕业了，寻找继任者吗？去发掘 JJ 娱乐的新人吗？听起来不错。他会怎样？他会带新人过来是不是？
小松哲理会，那怎样？他直接换了个名字又重新进来了。不是呢，你叫来的这个很不得了哎。三岁，是呢，他怎么长这样？过来聊聊吧，过来聊聊吧。等等找他聊聊天。我觉得让他练跳舞吧，好不好？你就练跳舞吧。把自己的舞蹈给练好。上面这个练唱。哦，看来这个接班人是不太好。狮子的对拳，去吧。其实花费有点大，现在不准笑。参加，现在不准笑，还要请偶像。每周都要6000万，我们是需要赚一点钱，办一场演唱会。本池藤。非常聪明哎，这个女孩子非常聪明。飞鸟杨家里，14岁啊，有点不行。祈祷僵尸。虽然看起来资质平平，来，你来，你来。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很可爱，很可爱。我好好的培养他，好不好？他说不定是一个努力的天才啊。我们让他专心练唱。让大家知道，这个天分并不决定一切。你只要够努力，你也可以拥有这个巨大的人气。我让你加入少女时代，让少女时代也有一个凡人。努力是可以超过天才的。但我们必须先赚钱。玩风开始赚钱，看一下演唱会。体育馆也差不多要塞满了，消耗变多了，这每次消耗都不一样。老鼠爱大米，来给新人唱，给你唱一首啊。下课，后面就请到我们少女时代的主唱。谈话休息，然后谈话休息都是新人了。青鸟来一首。哎，唱《It's My Life》的人走了，哇，他毕业了。哎呦，那直到世界尽头也没办法哎，哇，这个只能换人唱了。欢迎你来吧，陪你昂首直到世界尽头，换人了。就这个样子吧。要面对面派出一个聪明的女孩，巡演开始します。先准备电玩风跟巡演吧。
相大揭秘，取一次200多万，那几百万几百万的真的好普通哦。你们觉得一个礼拜赚几百万这种工作要接吗？做一首什么好嘞？飘向北方，飘向北方好，数字版的，好久没发数字版了。我们这个数字版都是面对死忠粉丝的。来，僵尸，你当主唱。来，你是 C 位。終了します。電玩風開始囉。電玩風吸引了700个粉絲。准备去巡演吧，本来就要给新人一些机会。終わりっす。啊，你要让他努力一下。開始します。啊，来预估一下《飘向北方》的销量吧，我预计700万左右吧。哇，能力值是降很多哎！来，世界巡回演唱会，第一站 American， 菲律宾。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巡演总是拉不起来啊？一直都是63%，上次来63%。每一个国家都63%，是那一批粉丝一直飞来飞去，是不是？我已经很久没巡演了，来到中国了。中国的粉丝比较少，德国、意大利。我每次要换地方，说啥？我每次都是世界巡演。法国、我觉得上一次好像有一个接近70%的吧。阿根廷有 R6 吗？ R6 还在维修啊，晚一点。加拿大是也没怎么亏钱啦，但是体力会消耗比较多。还好啦，也就消耗一点点。会的策划，难道这个还是要多接吗？哎，僵尸，你去吧，你去吧，多拼拼啊！多帮他接一些节目，
找姜，帮他打扮一下吧。他22岁了。始め。有空就多找他聊聊天。虽然年纪是大了点，但谁说22岁就不能当偶像？你有什么愿望？他想要主席两首歌，好，没有问题。哎，你第一场就是这里，小巨蛋。你 QQ260，这是你梦想的第一站。话题就好，一来就吸两手。有什么问题，制作人都能帮你搞定。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王牌制作人。来，这首好好唱啊，《老鼠爱大米》。唱一首，很像的。讲话休息。不对，好像只让他唱了一首。青岛。It's my life。 容易事故哦，没那么容易出事故，再出事故就直接把那个工作人员处理。最后那肯定是要这个。小赚9亿，这9亿的资金让我们撑到7月没什么问题了，半年办一次演唱会就 OK 了。来，那最近大家好好练习。最近我们就是强推击倒僵尸，再给他弄一个节目吧。大王，我帮你弹高一点，100万可以，没有什么体力嘞，先不接吧。成本哦，成本大概1-2亿吧，也还好。主席两首歌，今天的头条是电车站相遇新天皇，女孩欢呼不止。报道称，年轻的新天皇已经俘虏了许多国民的心，还有年轻的女粉丝。人群中的一张脸和齐尤丽菜惊人的相似，他说那确实就是他，天皇啊。声称他只是在表达民族的自豪感，应该是没啥问题吧？没有必要深究到这个份上。那天皇那么帅，去看一下不行是不是？僵尸最近怎么样啊？
聊一下吧。他喜欢听他听不懂的语言的音讯，哦，就跟肥仔喜欢听英文歌一样。蒙海，可恶，能力只要下降。闲十个月，男偶像哦，也是有吧。好像装模特的话，就会有男的可以养。雕向北方，来发行40万吗？44万张。哇，少女时代为什么涨粉的幅度下降那么多啊？44万，第三名。少女时代不行了吗？他开一档节目吧 ，OK 吧？采访节目，僵尸 talk show，OK、OK、吧？我再帮你做一档节目。再请到两个主唱来陪你，再给你请个传奇主持吗？不用主持了吧？体力哦，应该还能再坚持坚持。他平常都有好好的在练习，很好。来试镜一下。七月快到了，夏运会快开始了。人家够努力啊，他虽然就没有天分，但是你看全能力在慢慢的上升了。終了します。尤其是这个演唱能力，已经快要达到一般人的水平了。Producer さん。哎，丽菜怎么了？今天来看我们跳舞吧。最近大家一直在努力练习，但是都没有机会让别人看了。你来参观一下。好，那我一定去看喽。怎么了？大家想公演是不是？走啊走啊，公演啊！来来来，从现在开始每天公演 ，every day。舞蹈练习结束之后，那你来了。我很喜欢我们这个新曲的编舞，最后波浪舞有一点难度。这次真台的时候是穿多层长裙的，观众是很难发现的。制作人怎么想的？展现你们的舞姿才是最重要的。你们能帮我问问看能不能改变服装啊？好，我帮你处理教练。偶像的午餐，去吧，僵尸，去一趟吧。还是他比较喜欢拍照，拍照也接一接哦。偶像中心，僵尸累了，推掉推掉。黄金周五，有点累，100万。140万可以接受。那我看到你的邮件了，你想要改演出服，为什么要提这个？我看他们练习的时候想到的。这件事你不应该要插手。如果换掉长裙，我怕不是所有人都敢拿出全力去跳舞。让大家多练习练习吧，但我也熬不过你，你要让我怎么说？这是我的主意，哎，这是我的主意。我选来的每个人可都是很会跳的。
哇，兰香，哇，来了，真正的偶像。13岁，恰到好处。冬虫，根尾犹带，12岁。何人零零12岁，我觉得是可以组新团的啦。新来过来，大家都说我学东西学得特别快，我会努力的。奇迹的世代，准备好了，选择目标受众，我的目标是。一般的少年，来，奇迹的世代开始选人。奇迹的世代，哦，哎，姑娘们，回去之前听我说，这次的新曲要改变演出服哦，我们要穿百褶裙。这是制作人的命令，太坏了！制作人穿长裙都够难跳了，哎，不是哎，这不能怪我，大家多多练习哦。加油，加油，大家加油！你们不努力练习，在那边，这个舞蹈都已经89了，在那边，哎呀，开始挑人了啦，兰香。是您去找他商量过了对吧？听到这消息我真的好开心哦。有一些人挺沮丧的，但现在大家都在拼命的练习，我们一定不会丢脸的。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哈。然后放到奇迹的世代。带跟委员带，好，你也属于奇迹的世代。奇游丽菜12岁，人家年纪还小，你也是奇迹的世代。无锡年纪比较大，13岁的牙尾，好，你也去奇迹的世代。可以吧，这样奇迹的世代蛮多人的，再加上零零，哎，零零接过去。OK， 奇迹的世代这样就组好了，限12到13岁。来，准备让他们唱歌。很难换颜色哎，世界没有男团吗？男团那跟我们肯定不是竞争关系啊。来，我们奇迹的世代唱一首看看。流行有情活力，流行有情又有活力的歌哦。命运的吉他声哦。来，我们第一张就要拼大的，好不好？做宣传。100万张。第一次目标不要那么大，120万张就好了。我们奇迹的世代开唱，奇迹的世代这能力值都还不是很奇迹。
是，活力是最重要的。非常可爱，这些咸鱼19个月，这些人都得好好的练唱。荔菜为啥第一个？都拿荔菜，那可是白金卡。跳舞吧，这个练跳舞。看一下，再开2间练舞室吧。人实在是太多了，这里人实在是太多了。开始训练，保健室最近是不是很少用？嗯，好像不太会用到保健室嘞。因为最近工作也接的不多。像的午餐新人接一接工作吧。日本我来了。嗯，怎么最近都不找僵尸？的 talk show 还没做好吗？ talk show 先做一下，人力值终于要满。开始します。美容的很多，我不知道啊。啊，那个就小小一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做这么多了。哎，奇迹的世代也要有一个小剧场。哎，好像不行哎，一周花太多了。不行哎，这个一周花太多了，太硬了，太硬了。一周2亿，一个礼拜租金2亿。一个礼拜吸2亿，房东也太扯了。僵尸 talk show 开始喽！那不二本还是要赚干净的钱，一个礼拜2亿。不是说他是我的朋友吗？一个礼拜还要收我2亿啊！終了します。Yes。作曲，然后编舞。你的情绪我决定，感谢10个月。力提升，僵尸最近怎么样啊？聊聊吧。我的是。最近怎么样啊？他的哥哥是风笛演奏家哦，哦，是这样哦。记得好好练习。弹性。全部是红的，是不是唯一一个？这就是代表他会大红大紫。一天之后又可以找他了。終了。培养培养感觉。他之后肯定红。来，第一首歌《命运的吉他声》。大成功，可惜多一倍。命运的吉他声卖出了哦，2000张，怎么可能？2000张算了，也不差吧，也不差吧，也还可以。
宝山猛海在猛点爬梯子搓气球挑战中跌倒受伤了，猛海决定不发布这张影片。他是不是遭到了家庭暴力？哎，他运动的时候受了伤。大多数人都表示尊重他的隐私，他们解释的有够含糊，没什么好担心的。大家不要担心，大家不要担心。每周的消耗真的有点大。又是到办演唱会的时候了。比较火热的歌嘛，世界之巅，当时想唱两首嘛，等你下课给新人唱吧，这边没有办法分出奇迹的世代了。My Life， 来，僵尸之手给你，陪你昂首直到世界尽头，这首也交给你了。插入谈话休息时间，找几个老前辈来聊天，聊天两趴。应该过了，去一趟体育馆。铁粉愤怒了，铁粉有什么好愤怒的？我们就是公定价，每次都是这样。弟弟找我聊天，介绍了一下他的童年。哪次不愤怒？要8000万，然后说不定愤怒是因为没买到票，没上榜吗？怎么可能？哎，还好，还以为没上榜。命运的吉他声，17名。2222张，再怎么愤怒还是得来支持。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你看看身边的东西都涨多少，只有我们的票价永远81000。新人的人气还没上来嘛，那没办法。奇迹的世代，人气都还普普通通的，他们的人气不知道要怎么提高的。小月今年32个月，那现在看起来老前辈提高的真的快。大家可以注重平衡，开始排练，找一个老鸟，找一个老鸟，那就不是奇迹的世代了，就没有他们的特色了，你懂吗？开始增加粉丝，第二首《飞龙在天》数字版就好了。还是换个主唱，地菜。好，这样阵型好，这样阵型好啊。特色就是要有很多的年轻人。行了，儿童哦，行走吧少年，
去吧。反正我现在钱多，我也没差。我们事务所不太容易发生意外。飘向北方，发生率低。增加总有一天不会失败，还有两趴休息环节。发生率提高，看来今天是好吧，参加夏运会。小赚九亿，要小赚九亿，始终粉丝非常喜欢。要是给他们那个问卷，每一次都是非常喜欢，非常的开心。僵持 Poke Show。40万观众，一天比电玩疯人还多，好，我先更新一下 R6， 也更新了，也善几60个月。你看，我就跟你们说了，僵持就有料。R6 这个更新很大，400MB。聊一下，友好度上升。平常你就住在这里吧 ，VIP 室。粉丝有多少呢？这一个人就有76万个粉丝哦。那我们奇迹的世代有多少？最近网络上很多人称赞田馥那时只是小小英雄，他把一个玩具送到了派出所，刚好遇到了暴尸的孩子和家长，然后被认出来了。我们要呼吁大家都来当小小英雄。完了，该来存档了。